暑假已经要结束，一年学生的学训练，各校要陆续举办准备迎接新学期。北港南洋国小学陪就一年家长到学校关心囡仔状况，做爸母的看到囡仔进入另外就学阶段，拢真感动。就等怎么讲？突然觉得他长大了。我也做爱了他嘞，那从二三时要甲叫要起来读册，就关闭起来呢。好，十号的小朋友就来十号的位置。我来。今年的新生有136位小朋友啊，受到少子化的趋势影响啊，我们是要更加努力啦，要更加努力，让孩子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得到肯定，才能有一些学生进到我们学校来就读。南洋国小爱心妈妈也特别准备了礼物来迎接这都要来读册小朋友，鼓励因学习。上课时事哇，他所需要最基本的文具啊，不贵啦，只是一个贴心的一个准备啊。对对对，这是往年我们例行都会这样子一个见面礼。对，所以每一位新生都有一份，对不对？是，包括特教哦都会有。南洋国小这几年一个办学，今年复习幼稚园拍板用乡土教育，首次以生态料理教材，成功入选全国六大教学卓越奖，成为训练馆第一间得到全国奖项幼稚园。因为课程是发展来的，而不是外面设计出来的，而是慢慢的发展，让孩子去愿意探索。小朋友午休的时间点，我们发现，在我们午休这个地点的窗户边有一只小蝙蝠。它栖息在窗户这里，那老师会觉得说，那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观察？那我必须要让他再进一步的去观察，要如何让他对这个生物了解得更加透彻。南洋国小复习幼稚园的教育团队以丰富的经验和观察修改教材来达到学校效果，那得到家长的肯定。现在9月12号也将要到桃园接受教育部颁奖，让大家看到训练馆对幼儿教育的用心。记者李嘉山，长报道。